大家好，我叫做 Ison， 我今年22岁，我而家喺美国华盛顿大学读紧书。咁大家而家身处紧嘅地方咧，就系我嘅学校啦。咁后边就系我嘅教学楼啦。咁每日都要喺度上堂嘅。咁我点样嚟到美国升学嘅咧？其实我系靠 CLC 嘅。咁我从2007年咧就参加 CLC 嘅升学交流计划。咁今年已经系最后一年啦。咁我參加咗 CLC 其實都已經5、6年噶啦。咁我第一年咧嗰陣時我方科嗰陣時咧就參加咗佢嘅紐西蘭計劃啦。咁我去咗紐西蘭讀咗一年書嘅，讀完一年嘅紐西蘭咧，我就去咗美國讀美國高中啦，美國交流計劃啦嗰、那個。咁就喺嗰度讀咗一年，跟住用嗰年嘅成績咧就報咗美國嘅社區大學。咁喺嗰度讀咗2年啦。咁讀完2年之後咧，就銜接到我而家呢間大學嘅。其實呢條路咧，好多同學都可以參考一下嘅。其實我之前喺香港咧，都唔係一個好好嘅學生嚟嘅。我之前都食好多好多顆肥佬啊咁樣樣嘅。但係過到嚟呢度咧，我就學會點樣可以努力即係其實呢度啲嘢唔係好難嘅，只要你肯努力嘅話咧，你都可以攞到好成績。所以我覺得喺度係咯，幾好咯。咁我而家想講下咧，我嗰陣時喺紐西蘭嘅經驗㗎。咁我喺紐西蘭就留咗一年啦。咁我頭半年咧，其實係參加咗一啲叫做英文強化班㗎。咁嗰陣我哋做咩嘅咧？就係其實每日係閱讀啦、做閱讀啦、speaking 啦，同埋寫作咁樣樣嘅。咁去做好多 exercise， 就諗住你可以改善你的英文啊咁樣樣嘅。咁我讀完嗰半年嘅強化班之後咧，我就轉咗去即係紐西蘭嘅高中啦。咁啊讀另外嗰半年咁樣樣嘅，咁幾開心㗎。其實咧，你喺紐西蘭高中，你想讀咩就讀咩嘅。你可以同老師講你想轉堂啊，你即係好多選擇俾你揀咯。咁我嗰陣時揀咗就係做讀地理啦、會計啦，同埋烹飪，仲有好多嘅。除了英文是跟國際留學生一起讀之外，我們英文呢就叫做有一個班叫 IELTS 啦，咁就係專課國際留學生嘅。咁我除了嗰班係跟留學生一起讀之外咧，其他班咧都是跟外國人一起讀嘅。咁好好啦，可以改善我的英文啦，同埋我可以識咗好多，我識咗好多紐西蘭朋友嘅，咁都幾開心嘅。咁比較難忘嘅經歷啦，就係嗰陣時我即係畢業啦。咁每個人咧都會即係每個男仔咧都會邀請啲女仔去舞會嘅。咁我嗰陣時膽粗粗咁樣樣咧，就走過去問一個紐西蘭嘅女仔同我一齊去舞會啦。咁佢應承咗我咁啊。開心啦！咁過咗一年紐西蘭之後啦，我去咗美國懷俄明州讀一年嘅高中。咁我參加咗嗰個係美國交流生計劃啦。咁嗰一年咧，其實係非常之充實嘅，因為香港同埋懷俄明係非常之唔同嘅生活嚟嘅。懷俄明州咧嘅人主要係牧羊啦、牧牛啦，同埋耕田嘅，所以我成日都要幫我嘅寄宿家庭手咧，可能要幫佢哋執下牛屎啊，搬下稻草咁樣樣噶。學習方面咧，嗰陣時咧我就讀12班啦。咁我係同即係我係喺一間 K-12 嘅學校。咩叫 K-12 咧？就係即係由幼稚園啦到高中啦，都全部係同一間學校裏邊嘅。咁嗰間學校咧就係得100人嘅啫，好少嘅啫。咁我係唯一一個亞洲人啦，所以我係非常之出名嘅，每個人都識我咁滯嘅。咁好好玩啦嗰一年。咁我參加咗好多課外活動啦。咁我好似參加咗美式足球啦、籃球啦，同埋田徑嘅。咁除咗課外活動之外咧，學習方面你可以選擇你想讀咩都得嘅。咁好似佢有理科你有正常的 free camp by 啦，咁你文科可能有畫畫啦，有嗰啲陶藝啦，
他的，你都可以自己選擇，都是跟你興趣自己揀嘅啫。冇話要逼你讀邊幾科，一定要讀英文咯。咁其他嗰啲都係你自己揀嘅。咁我全部堂咧都係同其他同學一齊，即係美國嘅同學一齊讀嘅。所以嗰一年我嘅英文係進步好多好多嘅，即係比我喺紐西蘭嗰陣時仲進步多啲添㗎。咁呢年非常之寶貴啦。咁我靠我喺呢年嘅成績咧，我就可以我用呢年嘅成績報咗美國嘅社區大學嘅，咁係好順利，好 OK。咁我用我喺華侯明嘅成績咧，就報讀咗一間喺西雅圖嘅社區大學，叫做North Seattle Community College。咁我喺嗰度讀咗兩年啦，咁係攞咗Associate Degree of Science， 即係科學啦，同埋 Associate Degree of Business， 商業嘅。咁讀社區大學有咩好呢？其實比較平啦，因為佢嘅學費咧係四年制大學嘅三分之一啦。咁第二係小班教學啦。咁通常咧嗰一班咧就係少於40人嘅。咁你其實你可同學生同埋老師咧都有好多互動，你有咩唔明咧，你可以直接舉手啊，同埋或者去嗰啲去老師嘅辦公室教你即係問佢問題咁樣樣嘅。咁喺呢個時候咧就開始，即係同學咧就開始要諗下你自己真正中意讀啲乜嘢咧。咁我嗰陣時咧就揀咗會計同埋finance 啦。咁我中意讀商業呢一科咁樣。咁我就開始要即係如果你要你要 major 喺呢一個方面嘅話咧，你就要讀佢好多要求嘅班啦，好似經濟啊、會計啊、經濟啊，好多科。即係你如果你揀咗呢個 major 咧，你就要讀佢好多要求嘅科目啦。咁你讀完曬佢所有要求嘅科目之後咧，你就可以用嗰啲成績咧就報讀四年制大學咁樣樣嘅。咁社區大學咧同美國高中咧有好大嘅分別㗎。咁你喺高中咧，你可能會成日同你啲朋友同一堂啊，成日見到大家嘅。但係喺社區大學咧唔同嘅，其實每一班你都撞到唔同人咧，同埋大家都唔會咁熟嘅，因為每一堂大概係一兩個鐘頭啦。咁讀完兩年嘅社區大學之後咧，我就報讀咗華盛頓大學啦。咁我嘅專業我就 double major accounting 同埋 finance 咁樣樣嘅。而家讀緊第三年啦。咁俾我嘅感覺，華盛頓大學同埋我嘅社區大學最大嘅分別就係、華盛頓大學係大好多嘅。咁裏邊有唔同國家嘅人啦，所以我接觸嘅嘢都多好多咯。同埋華盛頓大學嘅題材，即係教學題材咧，係比較難嘅，即係比社區大學難好多嘅，所以都比較吃力啦。不過即係我覺得，即係如果肯努力嘅話咧，其實冇乜嘢係好難嘅。喺美國讀書嘅話，